场比赛妹子遇到的对手也很强壮，尽管两人体型差距不小，但是这个男人也丝毫没有站的优势，两只身法也是很敏捷，不断的旋转寻找对方的破绽。男选手看女选手身上不好下手，那就只能抓腿了。这家伙稳准狠呐，男选手抱住妹子的腿就是不撒手，直接将其抬了起来，力气大就是好啊，也许是为了不倒下拼命地抓住男选手。不过这个手是不是发的位置不太对劲呢、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，赶紧抓男选手的腰带。这会儿男选手占据主导地位，只要他伸脚轻轻的一勾，女选手的右腿便能将其直接掉头。但是男选手似乎在耍这个妹子，不想把她太快摔倒呀，女选手无奈只能受制于他。这个男选手有点过分了吧，男选手似乎是玩够了，左脚轻轻一勾就把妹子摔倒在地上。